6月25日，杨幂通过微博晒和友人一起出游的照片。陈学冬看到照片后留言：“谁能帮我把他们俩的脸都 P 成杨幂的？”搞笑的网友却直接把陈学冬和杨幂的脸互换。稍后，陈学冬在微博上传互换脸的照片，并称：“哈哈哈哈哈，神经病呀，我不要面子呀！”还特意艾特杨幂。照片中陈学冬的脸配上杨幂的身体，看着十分的别扭搞笑。杨幂看到微博后评论并曝光和陈学冬的聊天信息，陈学冬要求杨幂把他网文高大上高冷方面写。当陈学冬看到杨幂曝光两人的信息后，表示十分伤心，质问道：“我在你心里到底排第几？5年了，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？我伤心欲绝的去嗨了。”爆笑微博逗乐网友。